大家好，我是小提琴演奏家刘思涵。11月5号星期天晚上7点，我将带领音乐室内乐钢琴三重奏在台北雅卓艺术演出儿童音乐故事《好好哭泣》。那《好好哭泣》这则故事呢，它不只是一则故事而已哦，它将借由生命的逝去，带领我们认识生命的意义。在故事的段落中呢，我们将穿插钢琴三重奏的演出。我们所选取的曲目包含经典的古典音乐、外国民谣以及线上游戏配乐等流行音乐，让整场演出的曲目风格非常的丰富。欢迎大家莅临现场聆听演出。那11月5号星期天晚上7点，台北雅卓艺术，我们不见不散喽，拜拜。